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最近感恩节的福利。首先呢，先打开这个东西，然后到这边感恩节的活动这个，然后登录呢，你就可以领那个时装六折券。可是有的可以用，有的不能用，你们要自己看一下，领了之后自己看一下。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喜欢的皮肤，你可以等，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领。这样子它可以放30天，可以放比较久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会领到一些排位保分卡，还有这个叫什么头像框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角色解锁卡，你们就可以拿一下，拿来解锁角色。然后这边是打40000分就可以拿，怎么弹上去了？打40000分就可以拿啊，40000分就是基本上你玩个四场联合狩猎，3场4场就有了，对。然后下面这些就是可以白嫖的就白嫖一下，那还没拿的朋友记得赶快找时间上线拿一下吧。